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的话，给大家带来四场军争啊，主要是一些日常的内奸局，不是特别多，就四场。素材的话有纯洁的禽兽，这没标注啊，还有两个人没有标注啊，提供的素材。那么我们来挨个看一看吧。先看第一局，这个当时审稿的时候标的是控场难度比较大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吧，看看是不是这样。那么第一局的话，我们这边是主视角呢，是一个8号位内奸。那么首先啊，这个位置肯定是不是特别难打，对吧？然后主视角呢，土豪武将，哎，这个就不用我们多说了。所以开局的话，地利啊，人和啊，应该来说地利有啊，然后人和天时的话要看情况。上来的话，左慈啊就直接跳反啊，然后顺主公一下。二段开始的话，给主公固阵了一下啊，给主公固了一下，活最难受。那么主公上来的话，就直接忙去放逐一下，小胖。场上的我们看一下，那么赵云这个位置开出了万箭，标个中吧，标个中。哎，可以啊，小神一下啊，易如反掌。那么赵云连续两 A 开起来，这种正常应该来说是忠诚的打法了，对吧？五主圣明一瞬一乐啊，这里的话没能捞到。那么赵云裤裆掏大气，但是最后的话没有硬突下去。曹仁啊，这个是聚首人啊，聚首人，最后的话是杀一下二张，挂上木马辇弩，没有大动作了。这样的话是直接撸一下二张，可能还是偏中一点啊，偏中一点。布置无中生有，东吴尚德这边的话肯定是跳反了，对吧？刚赵云的装备，然后也不给主公发牌，然后去给二张来一发，最后的话继续扒曹仁。曹仁的话刚才因为是直接往下家撸啊，应该来说可能是偏中的，所以开局的话整个一个状态啊表明。那么我们刚才还是回到刚才话题，首先现在整个江面是明朗了，对吧？那么控场难点，左慈、曹仁、赵云，这通通都是啊。那么开局，不过好就好在啊，赵云一个 AOE 开下去之后的话，反贼们啊都残了。那么后面的话就可能曹仁这个点要怎样控？结果啊，算来算去，二上这个天过你算不到啊。算不到，那么这样他一个天过的话，整体反贼的状态可能要起回来了啊，就要起来了。那么主角直接拿一闪防御啊，没有太大问题吧？那么场上小胖跟二张还有配合，对吧？所以反贼啊，熬过了这一个关口，这一个天过乐之后，整体就能起死回生了。小胖跟阿壮的配合打起来，布置的刷牌，左慈哈挑衅那边挂起来，所以说整场。不过呢，左慈这边有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口，看情况啊，看情况。好，布置的话，最后你看这么多桃，直接弃出给阿壮啊。那边小胖，但是小胖这里啊，稍微要注意了，因为二张前卫啊有。主中内四家在上面，对吧？这要是一个 Lob 四十贴出去，当然他们有无懈啊，有无懈。这一张 Lob 四十贴出去会很伤的。那么刚才的话，布置一个桃，流程小胖一个桃，那么主视角的话，直接砸一下，控一下二张的血线。现在整个场上呢，就是反贼绕着二张去打，整体的话会比较蛋疼啊，比较蛋疼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唯一好做的就是，哎，把二张的桃子先清空再说。左慈一手牌在手啊，那这样的话，双雄。曹仁这个点啊，看来不需要我们担心了，对吧？左慈这猛火力输出啊，直接一波啊，求桃了，直接一波求桃。这里有九，主公桃子来起，最后的话，左慈过河拆桥，不早点拆，最后一刀还是贵啊，还是贵。还好哈，还好。那么这样的话。直接狗带啊！但是赵云啊，问题就在于咔杀了曹仁，赵云刚才明的啊，粘土在手里，杀一刀二张，没有闪啊，没有闪，这样的话九杀，其实二张这一下闪的非常差评啊，明的粘土在手里，你不防九杀，对吧？这个打的差评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整个的经过这一波火拼之后的话，这个情况应该来说好操作多了啊，好操作多了。
主要是曹仁这一个恶心的点呢，我们不虚了，对吧？带走。那么整体反贼哈，两个一血，两个两血还没牌，所以的话我们好打多了。而且手里有方天啊，看看能不能把方天发挥出来。但是小胖这一波放权配合阿张的固执剑加固阵加执剑啊，好的，关键时刻神奥才给力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躲过这一刀九杀，后面的话可以拍个人线，然后方天一骚三，对吧 ？Nice， 这个牌局没有问题的。实力，但是没能带走，没能带走的话，最后还是正在惊招哈，强力啊收掉这一个反贼。那么后面还好有一逃啊，还好有一逃。这样的话有一逃我们就稳一点啊，稳一点。其实刚才最后被迫收人头的时候还是很悬的。好，那么后面的话利用了刚才这一波残局，主视角有方天啊，小骚一波。那么这个时刻呢又稍微啊主攻瞬间做大，稍微比较尴尬啊，稍微比较尴尬。那么二张的话没有固阵，赵云的话断杀，那么二张这个时候竟然过拆，叫拆我们的刀啊，尴尬了。他可能觉得赵云啊没去，哎，这就没有办法了啊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二张可能是对身份的判断有误啊，可能是有误。那么主公呢也认为赵云是内，那么最后尴尬一波弃牌，对吧？赵云他没动，哎，这往往这个时候呢应该不会说认为说赵云是忠诚啊，对吧？不动二张可能是内奸啊，结果主公最后啊这里来了一发，尴尬啊，尴尬。这一局的话开始啊，整个局面呢比较吓人啊，有曹仁有左慈小胖二张的配合，结果的话最后他们一波火拼了，所以这一局整体就体现了完美体现一个八号位位置的好处了，对吧？你身处远位，其他人啊一般的不好打你，而且我们有这个奥才在手的防御啊，奥才在手的防御。好，最后的话这边啊直接跟主攻单挑的话还是有优势的，他直接杀中的话这是怒送队友啊，这一局是由三国鬼神啊提供的素材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下一局，主个蛋啊。那么这是一局三号位，位置不好啊，位置不好。那么主视角的话，这边最后是选了一个主个蛋，日常内奸嘛。主视角不懂人心和马提供的素材啊。好，那么这一局看一看吧，运气如何？主攻上来，加一，杀一刀看泽，敌莫敢当，哼。那么场上啊，葛优偏中一点，原位沮授也可能偏中，周瑜的话，上来跳反了，好吧，上来跳反了。但是开局这种打法，我们知道啊，都不太推荐的，对吧？这很容易让忠臣送觉醒，场上还有个葛优可以远位去狙击主攻掉血的，你这样打的话，这坑爹啊，坑爹。那么我们没有出杀的话，暂时呢，应该来说稍微掩饰一下身份啊，没必要过分太跳。当然蔡文姬的话直接跳反，沮授。顺手忠诚吧，那么葛优应该是忠诚，这边两反不答应，弃牌，这个弃牌好尴尬哈，举说一波起烂牌。葛优来看一看怎么打啊，雌雄杀蔡文姬吗？还是春哥肯定尽量不要动啊。好，那么这一局开局，哎呦，这是一倍速了，两倍速啊。这一局整体开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两边呢将面都还算比较平衡啊，但是这一个 AOE 打出来啊，孙膑选择掉血，后没有人送他觉醒啊，没有人送他觉醒，那么这个比较尴尬了啊，顺手打一张无懈，那么那边乐不思蜀贴出去啊，最后的话反正这边是明的，明的四反啊，宽释，不知者无罪，乐不思蜀六中，这一波烂牌不要也罢。那像现在的话肯定大家都去打忠臣，打忠臣对于内奸而言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，嗯，对吧？反正我谁也不惹，就弃牌看戏，啊，像这种局面呢，你也不好动啊，也不好动。尽忠于国，接到二人。那么看泽呢？其实蔡文姬刚才啊给了桃子给主公，其实对于看泽而言稍微有点尴尬。后面的话，你有桃子在手，那跟给谁呢？那么葛优啊，经过第二轮，主公终于觉醒。那这样之后的话，这种状态对于内奸肯定是啊比较蛋疼的，对吧？那反贼肯定是直接上主了。嗯，我们主视角一逃肯定是要保主的。那边给葛优，
那么现在啊，主视角这一逃救了之后呢，势必会比较尴尬哈、啊，比较尴尬。但是呢，主公啊，首先的难题就是堡主哈、啊，堡主，对吧？这现在主公一血觉醒状态，这肯定是狙击主公了。那么主视角直接九杀蔡文姬哈、啊，这里的话倒是很冒险啊。关键是这一刀九杀，看春哥和看泽那边，看泽有个宽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那是主视角这一刀其实啊风险很高，对吧？这个听灯局我们其实是出过类似的，像这种局面你是这样一刀大九杀下去的话，基本呢就是啊有可能啊送忠臣助攻了，对吧？一波大 AOE 主攻啊，他还有葛优在那边，所以主视角刚才这一刀九杀、啊、整体显得啊操之过急了啊，操之过急了。其实的话应该来说啊，普通的一杀解决就行了啊、嗯、太那个了啊。你看现在的话，不过呢还好啊，替我们吃菜了。那么主视角这边啊依靠了功熬回血啊回上线。那么春哥你最后竟然不伤势啊，这最后一点机会你放弃呢是没有用的啊。当然主视角啊，刚才你看啊，葛优他去杀沮授了，主视角直接一波大劫命啊，一波大劫命，桃子保起主攻，最后的话神一波大果牌就靠这一道灌石九火一波小六血带走沮授，但是有桃有桃，这个就哈哈、没有办法啊，河北哎这一局啊，这一局看似啊看似刚才呢不太有希望了，结果啊就靠刚才那一波举义大过牌啊，举义大过牌直接暴击灌石九火啊、以后靠你了，以后靠你了，护驾秦王师出有名、好，这一局的话应该来说主视角的这个牌运啊相当好，然后打出输出点呢也比较多，但是像刚才那种九杀呢还是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尽量不要那么去打、啊、因为明的那边葛优的话他有大输出，对吧？你这个打工的太明显啊，打工的太明显，但主视角可能就是刻意求打工啊，然后的话自己能够攻熬，可能是这么想的啊。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武将，对吧？因为这里的话比较特殊点就在于诸葛诞有个攻熬的技能在这儿啊，你要换成其他的内奸，这个打法绝对是打工的啊，绝对是完美打工。好，那么诸葛诞啊就说这么多，然后我们来看后两局。这一局啊，那么八号位内奸位置好评吧，比较啊八号位正常操作比较好操作一点，对吧？前位去互相啊，勾心斗角，我们就隔岸观火，渔翁得利呀。好，主公的话，南蛮入侵打出来，黄盖的话打一个无懈。主视角这边开局应该来说，要尽量去卖，对吧 ？First blood， 啊，这尽量要去卖担心嘛。嗯，二张竟然跳反了。那么场上可以看一下啊，哪些？可能忠诚啊，两个大菜刀都在这边。哎呦，借刀啊，压了一下黄盖，直眼，最后二上贴盖盖，这个都是浪贴啊，浪贴借刀二人尴尬了，尴尬了。关键啊，他送给黄盖还是送的白银，对吧？这个还不如自己挂。好，黄盖的话，结果呢啊，这边啊又是反击一波，两个菜刀对决，哼。双黄蛋啊，双黄蛋的压制。那么曹仁的话继续啊，忠臣。那么这一局作为内奸，我们可以看到跟第一局有点类似。曹仁这个点的话，但是曹仁这个点呢，一般我们知道啊，曹仁他自身防御确实很强，但是场上如果说敌人有很多菜刀的话，这种时候啊，曹仁不太能防御的啊，不太能防御。就是面临曹仁最简单的一个点，就是还是怕菜刀啊。还是怕菜刀，对吧？其他都好说，但是菜刀面前啊也是啊不能游刃有余。一刀九杀，那么那边的话肯定啊狗带了、这还救个啥，这个黄盖基本没有暴动的机会了，这个就没有必要啊，没有必要浪费桃子啊。好，我们这里啊主视角的话是矫诏顺手，然后拿来冰娘，最后是杀一刀蔡夫人。现在整体的话孙伯符，哼，现在整体场上的话，因为黄盖啊这个点肯定是容易被控的，
后面的话就是曹仁呢，由于现在被翻面，每回合他就撸一张装备，但是黄忠这一个大才遭到完美帮我们可以解决这个荣城，对吧？那么二张的话开出南蛮，这个南蛮啊稍微有一点点的还好还好，蔡夫人扛住了。好，主事要完全觉醒，现在我们就不依附于主公了，对吧？我的牌我做主，矫诏就看全太国那边的话，黄盖此五斩降将制霸，最后的话起牌，黄忠的话现在反击啊有两个点可以控。那么黄忠这一刀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贪了，他就是想压曹仁那些线，觉得黄盖这个时候压不压无所谓了，不过也确实不太有问题啊，不太有问题，八八卦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啊，韩当对吧，韩当属于克曹仁的，蔡夫人、韩当，然后见本宫就曹仁陛下，蔡夫人还不太克啊。最近我打二二的时候啊，遇到了孙鲁豫，孙鲁豫啊还是比较克曹仁的啊。好，主视角的话，直接啊，这个时候来一个大 A 啊，死而无憾，再无王土一民。好，长江以南啊，尽归你东吴啊。那么无中生有，吃桃，最后的话决斗，扫一下反贼，再杀一刀。可惜这把年弩呢，没有发挥的余地呀、啊。最后就是直接弃牌，蓄弩在手啊，蓄弩在手，何惧于天下？那么这一波留下了黄盖啊，还是有点悬的。刚才没能收到人头啊，没能收到人头。那么最后黄盖的话，一个藤架挂起来，黄忠乐不思蜀我们了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那么韩当。拆我们了，拆我们没有办法。那么主视角被乐中直接弃牌。那么经过刚才一个大 A 的话，整体啊就是残局我们直接收割，对吧？所以的话矫诏的好处就在这里，皇后啊好打的点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黄盖啊直接一刀带走，最后一探便知黄盖娘血，娘血的话主视角这边可惜啊没有距离啊，顺手锦衣可以锁一下韩当，看看他配不配合。来，这一下没有问题了，主公桃子就起了。矫诏续位统，见本宫。这里注意一下，我觉得啊，这里主视角呢没有必要去决斗的黄盖啊，你这里直接来一刀，顺手啊，顺一下主公的手牌，黄盖这个点你留给韩当去控啊，你没有必要这个时候，虽然他有藤甲，但是韩当的话他到时候有这个攻击呀、啊。但是势必要带忠臣，所以的话最后你要想好利用韩当哪牌、不应该这么急的去操控、好，那么最后的话到了一个主内反的局面，韩当呢稍微有点克我们啊，不叫克我们，就是妨碍我们的攒装备的大局啊。不过他现在呢主要还是选择去控主啊，控主也没有去强行送觉醒。那火攻打一下啊，火攻打一下。那么整体啊，现在主视角手里握有一个九杀，顺手拽羊，平点啊，主公直接空城了。韩当的话就是看这个手牌，那么顺手拽羊呗，撸一下，直接九杀了，直接九杀了，对吧？此时不搏，何时搏？结果他手里两九，这一头啊，主视角直接捞起了韩当，最后的话火攻打一下孙奔。何惧于天下，这个对于我们啊不太好，但是我们肯定是直接啊开万箭啊，直接开万箭。最后的话这里可以顺手啊，直接开万箭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，没必要顺手。打一个万箭，后面的话还可以再九杀，对吧？这个打的没有问题的。这一局的话就是一个皇后的矫诏，反正的话该有爆发的时候，一般内奸关键时刻残局就是容易缺那么一张哈 ，K 牌 AOE 对吧？但是对于皇后啊葛优这一类内奸而言的话，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应付这种事情。好，最后一局还是一个皇后的内奸，那这一局位置呢稍微差一点了，六号位。那么身处这种啊远位的话，对于自己的防御而言的话不太好。啊，不太好入。那么起手呢，三张装备对于我们的前期发挥可能有好处，毕竟加一八卦两张神防御啊，拉起来之后的话，你后期啊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卖。但是场上有个蔡夫人，这个就不太好了。鲁班的话，大胡啊直接跳中啊，即刻用来。那么张松啊，光头强跳反贼，对吧？即刻用来，对吧？
孙鲁班，哎，你的奶子啊，即刻过目，哈，嗯，对吧？两边都可以啊，要过目一下。哎，当然五号位呢，他事实也可以过目一下这大奶，哈，啊，巨乳肥臀，哈，董太师，张松满满的诱惑啊。那么主视角的话，这里直接开男了，开男的原因很，行动的目的很简单啊。本来呢，作为内奸可以直接虚报，但是场上有个蔡夫人，对于自己的家业啊，囤的话还是有一点困难。但是我觉得啊，刚才这边的话还是啊，兵娘兵就去啊，南蛮开出来可以虚报啊，没有必要打这么急。左慈呢是拆了一下鲁班啊，正在今日曹睿啊，你我推心置腹，岂能相负？那么这样的话，整体你看我们内奸啊，位置不过现在啊，起手啊，这个是状态奶到最满。好，哎，蔡夫人带走好评啊，这样的话场上啊，对于我们没有妨碍囤装备的武将了啊，就等着他们各种开 A， 我们慢慢的摸丹心啊，求觉醒啊，求觉醒。鲁班那边杀一下，那么现在的话，整体孙鲁班啊这边肯定好撸，对吧？董胖呢稍微扎扎了一天，左慈啊血性压的比较低，顺手兵娘。再送给鲁班吧，大虎。董胖来把刀，直接一刀九上带走算了。俊哥处处不见，哎哎，主动给我们，哎呀，竟然没有草化，这打了个卵哈。俊哥踌躇不前。这里，他主视角还在去杀钟啊，还在杀钟。其实这个时候啊，没有对你形成妨碍的话，嗯。不过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反贼其实这个时候主要还是不强了，啊，主要还是不强了。张松呢，但是还是怕张松那个爆发点啊，所以说尽量呢，张松这个点也要，如果主视角这样先动鲁班，后面的话就是张松了，对吧？左慈在其次，但是他挂个龙胆也不好打哈，也不好打。过目，即刻用来，即刻用来。所以我觉得主要刚才那一道啊，还是可以囤一囤，没有必要那么急的去输出啊。这忠臣反贼在他旁边可以撸啊，可以撸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解刀，你看刀刚才也本可以不挂啊，一刀一杀一闪在手里，那么这样的话直接这个没办法了啊，没办法。所以啊，该囤牌就囤牌，没有必要急着去输出的。这一下呢，其实这个点啊，你卖血买血。就被动卖血成这样的话，对于自己而言的话肯定很危险，对吧？那么左慈的话给了一张万剑啊打出来，这个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哈哈，这个是坑队友啊，坑队友，当然我们是很开心的。现在呢就是董胖啊那边，我们只能祈求他断杀了啊，断杀，否则的话主视角就直接跪了。那边没能带走曹睿，张松的话限度还要跪啊，还要跪。左慈岂能窥视仙人变化？好的，这个接刀漂亮。那么主持人要稍微喘息一下啊，不然要被啊直接摁在地上。嗯啊，美人儿来相一个，对吧？真的绝特啊，去压董胖啊，压董胖。来，你减你的肥。啊，那么主视角的话，直接杀一下曹睿啊！啊，这里的话，我个人还是觉得主视角啊，没有必要杀那个点啊，没有必要杀那个点。还是尽量留给反贼去动，对吧？但是现在这样动了之后的话，倒是反贼啊不太会来动你了啊。看吧，继续看。现在主视角主要是这个问题，还是。其实你是逼不得已，对吧？我们矫诏啊，还没有完全觉醒啊，还没有完全觉醒。哎，这个真是蛋疼啊！不得放肆。现在一武器在手里，九杀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曹睿走好，最后的话跟主公拿到一个二 v 二的状态啊。南蛮打出去，无懈啊，杀一刀董胖。最后左慈这个点呢，尽量还是尽早的要带掉，否则比较蛋疼。哎呦，虚啊，虚啊！其实那边是逼不得已，脚招借刀杀人。其实借刀杀人倒是可以借一借啊，但是主视角的话还是想着留一盏闪防御啊。绝刀
还有主公这个时候关键一逃啊，那么我们主视角能够完全觉醒，最后的话冠石撸起主公神来两逃，这个时候真是啊，这一局呢应该来说啊，主公啊纵虎归山，最后强行捞我们啊，强行捞我们。但是我感觉啊，他其实左慈这个时候状态不太好，他两个桃子呢救我们救的过分了啊，稍微有点过分了。其实你想啊，一旦救起那就是完全觉醒，那么我们两刀啊，这双刀流啊，双刀流。但是主视角这个应该来说打得不好啊，应该拿火攻或者铁锁，铁锁你重铸一下去矫诏啊，你不应该把杀去矫诏啊，对吧？这个存在风险的，最后打得有点问题啊，有点小瑕疵吧。但是最后的话这边还是跟主公单挑，主视角已经状态回起来，主公的话没有续一手，所以这样的话主视角直接拿了这一把的话，整体主公拿的不太好，不叫不太好，最后那俩逃救的呢让人感觉啊还是有点别扭啊，有点别扭。左慈本来其实状态不太强，你利用无血屯白上线的话还是能够压一压左慈的，董胖你肯定不要续对吧，一旦左慈死了董胖这边就跪了。但是主公可能考虑的就是左慈啊他有无限化身，最后的话可能还是比较蛋疼啊，最后的话这边主视角直接一到九杀直接带走啊，没有太大问题吧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。矫诏续位统，妇人救曹氏。好，那么这一局啊就这样吧，整体感觉这两局孤皇后呢，孤皇能力肯定是发挥了，刚才这一局呢其实还是靠主公捞啊，靠主公捞，主视角的觉醒啊太慢了，然后刚才有一个关键的被接到的那一个时候呢杀的对吧过分用力啊，导致了自己直接被逼到一起啊，一个极其危险的状态，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不应该出杀，不应该挂青钢的啊。好，那么其他就不多说了，最后的话那间局就这样，最后就谢谢大家。